天我们就不用挣工分了，对吗？还是得挣点吧，得挣。那我觉得如果还要挣工分的话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、啊、就是大家明确一下分工，不要再抢活干了。抢活干，不是，说一下啊，不是，就是不是说我多懒啊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钱都是在一起花的，你挣钱和我挣钱对大家来说是没有区别的。如果大家能那个合理可行的分工一下，而不是互相在抢活的话，就是大家的劳累程度就会差不多，然后挣的钱也是一样的，那就不会有人特别累，有人特别闲。因为比如说马，你也不能一天遛八回，鸡一天喂十回，不是？你先等一下，是不合理的。你认为，比如说今天哪儿抢活了？比如说，就比如说那个，你看，比如说种地，种地的人他就种地，喂马的人就喂马。是啊，今天种地的人去喂马了吗？你看我吴老师又种地又马，他就很辛苦。你种地了吗？他上午去种地，下午种了一点，就是比较巧、啊。他累吗？你累吗？我还挣到对，他没事儿，他愿意，我觉得。大家愿意就去做，不愿意就不做，没有人抢活。我觉得有人抢活，今天抢活的举手。我们下午都消失了，我们只是去就是拍了片，只是去拍的东西。咱们挣的都是个人的任务，个人做牌儿、对，做牌儿，对，必须有抢活的。你没有，你不能自己编出一个矛盾，雪琴。我就想说我们合理分配好工作，大家不要就是都争着抢着去干活，我们要找到最高效最合理，大家每个人都不那么累的方式去把这个钱给挣了。但是我没有用好一个词，就是我把争着抢着干活说成了抢活，抢活这个词它就容易被误解。不是，我没有说抢去，哪有抢活？谁抢活了？有一些他过于积极了。哎呀，雪琴，不是，就是不是抢活吧？就是大家都控制控制，因为我们赚的钱已经够多了，还是要去生活。你是想不让大家太累了，是吧？我觉得活是有限的，然后呢，就是。如果全让一个人干，他又会很累，另一个人又会很闲，大家能不能就是平摊一下这个活？对，就有的时候我没抢着这个活，我今天就干不上了，闲得我非常的闲，然后干了两个活的人又非常的累啊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你们新来的，就是不好意思，怕自己待着特别不好，就老给自己找活干，你是这意思吧？怕自己在屋里待着难受，然后就去帮助别人去干活。我觉得这个提议这是对的，你也别我因为我没听懂啊，你这抢活干，你别打自己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大家可以工作一会儿，玩一会儿。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就是放轻松一点，劳逸结合，然后我们把精力放在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所以我还是建议我们应该有一个晚会。啊，表演啥呀？大家可以查一下明天晚上有没有雨，如果没有雨，我们要办一个篝火晚会哈，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都做饭了，然后去弄那个值。我觉得晚会是一个拉近大家距离的一个最特别好的契机，也是让大家认识对方的才能，了解对方一个特别好的契机。又篝火晚会，都每一年的第一集都篝火晚会吗？怎么啦？无聊呀，太可怕了！联欢会，我从小我就怕联欢会。老一辈的观念里面，就是唱歌跳舞，联欢会这种聚会就是一个很开心、很 happy 的一个氛围。他想把这个开心分享给大家，所以提议搞了一个这样的篝火晚会。但是我自己会有点不知所措，因为联欢会的话，自己无意可施。可能是也是一种手段方式吧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时间太短去相识去完成一个节目了。就是
篝火晚会，永远都是篝火晚会，也老篝火晚会吧。要你们干嘛来了？如果你们什么都不会演，要你们坐在这儿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是，我们当然我们想要一些好玩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些新的形式。啊、那可以啊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先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不说了，我不说话，现在归你负责。艺术总监，你现在艺术总监啊。那么雪琴有什么想法？大家这集思广益，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都可以提出来啊。哎，我提议咱们可以来个这个运动会，好不好呢？同意。好，我也刚刚想说运动会，要不你篝火晚会有意思呀。运动会，嗯，那这样吧，后天是运动会，明天是晚会。刀错，那就是刀错。这也太累了吧，救命。我跟他们真的可能有代沟，我觉得我们第一季的联欢晚会也很好看。我们这次呢，因为大家还不太熟悉，我相信如果再有，我们可能会更好。怎么的？要听李雪琴的？天天我觉得可以来个趣味运动会。这样，咱可以在篝火旁边运动会，怎么样？可以，篝火运动会可以，特别好，暖和。哇哦！当没说，当没说。整个晚会吧。这样大家先投个票，如果说只能办一个的话，看大家更倾向于哪个。我现在想一下啊，是篝火晚会运动会，我们尽量保一个啊，争取两个都是做到的啊。到了，从想要办运动会的请举手。我其实两个都想办。没人只能一票啊！没人只能一票吗？没人只能一票，对，只能选一个。那重新来。啊，好，那么愿意办运动会的请举手。一二。继续继续，那个鼓掌，继续吧，继续吧，鼓掌。啊，那咱就篝火晚会了，运动。适应配合。来想一下节目吧，来，汪苏泷，你是明天晚上篝火晚会的艺术总监，副总监是李雪琴，然后总干事是这个。辣面，我是干活的。六零又承包了，六零承包明天的篝火晚会，好吧？好，明天篝火晚会那个我们仨负责主持，然后大家想报节目呢，也可以找我们来报节目。对，艺术总监能不报节目吗？也可以，我们都很自愿，我们绝不强迫你表演节目。对，好，我建议弄一个女团的表演。所有的女孩子，咱们一起练一个舞。好，舞蹈动作不能太复杂。这件事谁来管？你来吧。好，我跟辣木来吧。啊，我跟你一起。对。行。哎，我觉得辣木这样，我知道你会编。我。人家是正经的，人家正经，我是歪门邪道啊。他那个正经的，俺们都学不会。我可以出点，就你那个刚刚我那个广场舞，那个对，那我们还能上。那你就让他行啊。这样，咱们明天弄一个集体舞。行，好吧。我你们弄一下。我想想，报名参加集体舞的举手。集体舞那不是全体了吗？都女生吗？不是，谁爱参加？男女都可以参加。传君，我演龙虾，我演一只安静的龙虾。